相信各位应该都知道 Roblox 今年游戏天灾幸存吧，就是你要幸存像这种洪水、陨石、地震、龙卷风或者火灾之类的。但我们今天要玩一个疯狂版本的欢乐当当当当当，它是个大魔改版本的 Natural Disaster Survival， 听说会变得更难，还有更多特别的灾难，不一定是天灾的，就看我们可不可以活下来吧。每周一三五看笔电 YouTube。嘿，大家好，我是感恩笔电。OK， 我从来没有玩过，我没有想到我居然从来没有玩过这游戏，这感觉是我会想要玩的魔改版本的天灾幸存，所以你看它里面都跟天灾幸存一模一样。但是它一出生，不管你有没有花 Robot， 它直接送你了一个气球，还有可以回血的苹果跟投票的这个指南针。Oh my gosh， 不然够大声的，这是什么天灾 ？Corrosion， 看起来是它的雷暴。Oh my gosh， 不然我从来没有玩过，但是感觉很难活下来就对了。What is high disaster？High disaster， 什么是 high disaster？ 看很多人已经拿出纸盘来投票下一个，我也来看看。Bro， Japan 是什么？日本不会跟核子弹有关系吧？夏威夷不会跟珍珠港有关系吧？不会都这么夸张吗？大家都选夏威夷，那我也选夏威夷。今天我要挑战幸存十个天灾，如果可以的话，我就可以获得自己的3000肉块。下一张地图夏威夷。OK， Bro， 这是原本天灾幸存没有的地图夏威夷。OK， 这是夏威夷吗？我从来没有去过夏威夷，夏威夷看起来没有想象中漂亮耶。 I saw Hawaii was more tropical。 我也觉得夏威夷不是应该看起来有什么椰子树，然后比基尼妹子，结果我们在夏威夷就看到一些奇怪的东西。这是什么鬼东西？灾难来了，罗马人加入了伺服器。罗马尼亚人是怎样？ Bro， 地板消失了。 What？哦，好多人幸存下来了啊！我也幸存下来了，我在这边呢。What the Sigma？ 这到底是什么东西 ？Final is ready。Oh my god！ 他们选了午夜熊。OK， 这是低成本版本的午夜熊吧？里面看起来也不错了，蛮亮的，起码我都可以看得很清楚，就没那么恐怖了。我这个人怎么没有脚了？他只剩右手还活着了，起码他有右手就可以拿气球了。那这边应该是监控室。OK，OK。Killbots， 这次我们的天灾是杀人机器。Bro， 这什么鬼东西？哦，好像是很多外面应该很多杀人机器，他们好像在攻击的建筑。我觉得我还是躲在里面会比较安全一点。Oh my god， 他们把建筑直接炸开来了。怎么办？现在这边还安全吗？哦，天上那些圆球全部都是。Oh my god， ChatGPT 6.9 版本，那么该。是反人类了，我觉得我就待在墙壁内应该就很安全，这算有个完美的隐藏点了。我觉得我100%赢了，看起来那些 AI 真的是射得蛮不准的。哦，但他射到那个人。OK， Bro， Oh my God， Bacon， No， 怎么没有人像我一样躲在这种这么安全的地方？ Oh my God， 看起来我躲在这边真的蛮安全的。Yes， 简单。可怜的培根头，小腿被炸断了。这个游戏真的是难了很多的感觉。下一张地图，哇，它这个很多全部都是，这全部都是天灾幸存原本没有的地图。然后大家选国家公园，国家公园会有什么？哦，好多树，那感觉应该蛮安全的，我们可以爬在树上面，就不怕什么僵尸过来了吧？有了这气球之后就很轻松了。但如果是地震就好笑了。但是我感觉它这种魔改版本的，应该是很特别的天灾。Creature 是什么？是什么声音？蝗虫吗？哦，真的是虫的感觉，下面好像多了很多虫，现在在网上之类的，我猜应该是白蚁之类的虫。我们应该就是待在树上就没问题了。Biohazard， 哦，有个人死掉了。Biohazard 应该就是这种造成生态环境有害生物吧？但看起来我们运气很好，选到有树的一张地图，所以好像大家在上面都没什么事。不要告诉我等下树倒下来就好笑了，应该不会吧？那树看起来很粗一根，跟我不是。不要乱讲，跟我的手臂一样。Let's go， Bro， 我们连赢三场了，没有想象中的难吧？还是我们目前还没有遇到真正很疯狂、很夸张的？因为我听说还有一些跟真实世界有关的灾难，然后很地狱的那一种。哦，这是什么地图？这才比较像夏威夷吧？这个地方一大堆椰子树，哦，还有牛哎 ，Oh my gosh， 哦，不要榨干你，我们遇到什么天灾呢？A nuclear silo has been set up. Run for your life. 核弹？我在哪里？哦哦，在那边。那核弹怎么办？跑！我要怎么跑？核弹，核弹就要射过来了。Oh my god， 核弹射了。我在最边边吗？离核弹最远的地方。哦，核弹不见了。啊！我躲到这边边来这样 ，Oh my gosh，Bro， 谁活得了核弹攻击了？但感觉还是有人活下来，是不是飞起来就可以了？还是他们只是累格也还没有死掉？码头的好像就活下来是培根头 ，Oh my gosh， 好多人还是活下来了啊！他们怎么活下核弹的 ？Oh， what a
Anniversary。 各位，如果你们不喜欢第三次世界大战发生的话，帮这个影片按下个喜欢吧，或是如果你单纯喜欢这部影片再按下个喜欢，我会很感谢的。 Oh my god， 这张地图看起来是我们经典的 Doom Spy Brick Battle 那个游戏，我很久以前有拍过的一个地图，有四个阵营，然后大家可以在这边互射的一个游戏。这时候感觉在上面会不会很不安全？ Danger Balls， 危险的球，什么东西？Oh my god， 有人挂了 ！What the heck？ 什么回事？我完全不知道是现在怎样。我躲到室内好，我感觉比较安全。哦，下面的球，哦，是大刺球。Oh my gosh， 他们正在把那个塔用倒当中。这塔等下该不会要倒了吧？我感觉这塔等下要倒了。我先准备好我的气球。Oh my god， 你看黄队的塔下半部全部消失，蓝队已经倒了。下个不会就是我们了吧？绿队目前也空出一个大空。Oh my god， 我们下面全部都空了，是不是躲到中间比较好？我躲到中间好，我躲到中间。OK， 我躲到中间。我感觉红队的塔等下要倒了，一大堆很刺的球。应该在中间最安全。我活下来了，我看起来大家都活下来了，很多人。我感觉这游戏另外一点就是它的游玩人数比天灾幸存多很多。我说一个伺服器内，就感觉某方面来说是更好玩了，有种热闹的感觉。Oh my god， 有人还买了多重天灾 ？What？ 五个？有人买五个，同时五个天灾？哎，那这张地图是我们原本天灾正版天灾幸存就有的，五个天灾怎么活下来？但是特别难的天灾，我真的不知道这要怎么幸存下来。这是什么东西？已经有东西掉下来。这是什么？我可以碰吗？还是不要碰好了。危险之柱，原来是危险之柱的巢穴。Oh my god， 好多天灾都降临了，我刚刚没有看到，因为太快了。哇！这是我雷射炮，我躲到室内好了，然后准备吃苹果，准备跳起来。蜘蛛来了，蜘蛛来了，怎么办？看起来目前不是太危险了。OK， 也许我可以活下来哦。目前我就躲在房子里面，外面的事情跟我没有关系，我就躲在里面，好像还可以哦。房子是坚固的，蜘蛛没有碰到我，蜘蛛还 OK。哇！有人被射到了。哟，不要推我 ！Oh my god, bro， 我被射到哪里去了？我外面发生战争了，这是什么第一次世界大战了？而且好黑，什么都看不到的感觉。我一直在被扣血 ，No， 我被射死了。这不可能有人活下来吧 ？Oh my god， 外星人入侵 ，Bro， 这大的电脑应该会爆炸掉吧？这真的是疯狂版本的天灾幸存了，各位，这个如果活下来的话，我们觉得我们要怀疑他是不是开挂了。没有人幸存下来，不太意外，老实说。但我目前还没有看到真正最地狱的那种灾难。我说在游戏中了 ，Bro， 如果在真实世界中遇到大灾难，好恐怖。刚那外星人的感觉真的是一个特别的灾难，这是什么 ？Red Golem。那中间这是什么 ？Oh my god！扣血好痛哦！我是旋转门会杀死人呢、欸，妖兽。不，你好像进去这里面脸就会变成像那个这个 Glago 一样，我试看看。Oh my god！ 所以进去之后我们就会变成像他的样子。Everyone is now in Florida。好大声哦 ，Bro！ 我们现在都在佛罗里达州了，所以看起来好像会有什么很大的雷暴、龙卷风。Oh my god！ 好大声！啊，我挂了 ，Bro！ 佛罗里达州是这样子的吗？这是佛罗里达州吗？美国佛罗里达州，我以为那边就像台风一样，很多台风，结果一大堆闪电，真的假的？那些人怎么活下来的？居然还有三个人活下来的，他们一定是佛州人。哦，他们现在选了什么？瑞典哦 ，Switzerland 哦。不是，瑞典巧克力，感觉就物价很高的地方哦。但是你可以搭一个雪山列车，感觉蛮有趣的，像猫空缆车一样。我大家看哦，耶，还可以塞得下人吗？可以，多一个 ，Let's go！圣诞老人失控了，然后呢？看起来目前都好好的啊 ！Oh my gosh， 这时候还是搭缆车是件好事情吗？圣诞老人应该不会毁这缆车吧 ？Oh my god， 缆车的缆线断掉了，但我们目前还活得好好的。我活下来了 ！Oh my god， 我要躲到这小木屋里面。What a Sigma, bro！ 哦，原来天上是变成这样子。圣诞老人干嘛攻击瑞士？哦，这个也是蛮少人活下来的。有没有更疯狂一点的？我想要那种疯狂又真实的，你知道吗 ？Oh my god！ 有人买了多重天灾，然后看起来我们现在来到南北韩边界。我刚刚看一下的地图，这是南北韩边界。你看这边是北韩。然后这边是不是我放不放南韩国旗？他直接放三星的 logo， 这是南北韩的边界，金正恩跟川普握手的地点。Oh my god， 从来没有来过南北韩边界。Danger Balls， Oh my god， 又是刺刺球，不是，这是炸弹球哎、欸，不然那怎么办 ？Oh my god， 金正恩，你赶快射你的核弹，我们需要核弹你帮忙。Oh my god， 这边有个核弹，是不是躲在核弹头里面会有帮助、啊？我不确定，核弹头应该都最安全的吧？核弹是最坚固的地方，你知道吗？核弹的那种发射地点肯定都是很厚的那种钢板，这样我就百分之百可以活下来了。啊！
世界上最知名的遗言，这样我就可以百分之百活下来。看起来不要相信北韩制造的核弹头啊，各位，我应该躲在南韩才对的。我看看我可不可以遇到更疯狂的灾难吧。中国是什么？ Oh my god， 大家都选中国。我们现在看看中国长什么样子吧。哦、oh, ，我们来到中国了，这什么声音呢、啊、？Oh my gosh，OK，、okay, 原来这就是中国吗？哦、oh, ，中国，中国，他怎么了？我不知道这边发生什么事了。好多这是什么师傅吗？律师 ，OK， 找避难所。刚刚我们这边就有一个，应该是庙之类的地方吧，所以才会有那种师傅在那边的感觉。所以躲在室内应该就不会被陨石打到吧？应该吧？我想出去看看，我偷偷看一下好了。哦、oh, ，我们在中国国旗上面，这样子确定不会被打到吗？在陨石的时候站在这么高的地方 ，Oh my god！ 哦、oh, ，连庙也被攻击了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中国。这个人直接被打死了，这应该只有我看得懂吧？这边好像都是英文玩家，可以在这边应该还 OK。站在中国国旗上面，居然还活得好好的，我要继续待在我庙里面了。看来我们就活下来了。哦、oh! ，Bro， 真的，每次最大的遗言都是百分之百活下来了。下一秒，为什么就有个这么大的陨石突然掉下来啊？看来在中国国旗上面的人全部都活下来了。What for the fiveboard, bro？ 我们要来到南北韩边界了。OK， 这次我绝对要待在南韩，好吗？上次我待在北韩的核弹头里面，非常后悔。北韩制造品质好像不是很可靠。我看看南韩三星总部好了。You're not admit you propaganda。没有人会 admit you propaganda。OK。Fire way out！ 哦，对对对，我要渡过那种洞的。OK， 第一关是很简单的，这洞这么大，应该不会有人没躲过吧？放一点注意力的话 ，Bro， 第二个马上就来了。Oh my god！Oh my god！ 有点快 ，Shoot！ 要赶快到北韩，为什么在南韩就是会死 ？Oh my gosh！ 我没有看到第二个这么快就过来了。如果是天灾还蛮好玩的，可惜我没有注意到第二个这么快就来了。而且 ，Oh my god！ 北韩国旗倒了，我觉得有人要生气了。金正恩如果在看这影片的话，在留言区留言，我是金正恩，我很生气。哇，又有人买了多种天灾，三个，看看这次我们到底可不可以活下三个超疯狂的天灾。然后下一张地图大家都选小七 ，7-Eleven， 而且是美国的 7-Eleven 吗？看起来跟台湾的 Seven 完全不像的那一种，因为没有卖咖啡，没有手摇杯，但是有湿热冰嘞 ，Bro 还不错。我们是什么天灾？这是什么东西？哦哦，是恐愤的直升机。如果躲在小七的背后，应该就安全了。不、哦、过他不会旋转攻击。Oh my god， 太真实了吧 ！Oh my god， 不是小七这么坚固哎，还是躲到小七里面，已经有人被杀了。我电脑好像快爆掉，我赶快躲进去，我赶快躲进去。啊！我被炸死了，应该待在小七里面。不过小七好像也炸爆了。然后一个直升机就这么猛。不，这时候你好像待在户外反而比较安全。Most American scene。不，这个人被插到连上半身都没了，然后好延迟死亡。What a sigma！OK， 各位大家看，这是疯狂版的天灾幸存了，真的是蛮疯狂的。欢迎各位持续在留言区推荐我各种你们希望玩的 Roblox 游戏。那希望各位喜欢这支影片，喜欢的话别忘记帮我按个喜欢吧，然后可以考虑订阅我的频道。那每周一三五看别人 YouTube， 我是干比点，我们下部影片见啦，拜拜。